呢度就安咩？呢、這個福安樓就鋁窗裝咗啦。嗱，你睇下鋁窗，師傅出邊同佢吻曬啦，就加咗個水喉仔啦，水喉即係紅色嗰嚿啊，睇唔睇到？紅色嗰嚿水喉仔啦，鹹水仔，一開咗個窗就可以閂到鹹水，唔使成棟樓停啦。就嗰、那個就同你換咗啦，搭棚同你整咗啦，係啦，就同你吻翻啲泥佢啦，個牆身難有新做，就同你跟咗啦。咁啊，由七嗰度咧就講曬㗎啦，其實已經。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这座城市，那只有你。